回到节目现场，莱尼克先生，车界的神预言，也没有很神啊，但是90%以上有哦。他说这种挺多事情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我就这么问啊，把话就撂到这儿了。既然你敢要预测法拉利会出 SUV， 我现在就问你，法拉利什么时候出电动车？好宁静的一个几秒钟。好，哦，算好了，算好了，算好了。预算哦，在。民国西元几年？什么？没有那么厉害。这个部分是这样子，就是其实现在讲有点太早啊、哦。但是有个动向大家可以观察的，就是保时捷 Remake 跟 Bugatti 哦这个合作的部分。嗯。哦，因为现在 Remake 跟 Bugatti 还有保时捷在这个电动超跑部分已经算是整合在一起了啦。对。哦，那变成说下一辆 Bugatti Chiron。哦，或者是 Remake 的这种世纪超跑，什么时候出招啊？哦，我为什么会讲现在讲太早？那这是人家家的事，跟法拉利什么关系？因为法拉利 always 在等人家出招。你意思是说法拉利都先看别人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什么风吹草动，他自己才决定后面要怎么出击？因为法拉利是这样，法拉利是自诩为唯一会做超跑的车厂。这也没错，我认同、嗯。所以呢，他绝对不会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标准定出来。嗯，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想要打倒法拉利，所以说我要做一个世纪超跑。嗯，然后越贵越好，性能越强越好、嗯。你能够做到极限，做到当时科技的极限。对。那现在在 Bugatti 这个 Remake 保时捷这个几个三方合作之下呢，会端出什么样的一个菜，跟这个所谓的标准定到哪边？嗯。事实上呢，还要牵扯到一个跟这个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，大概在2023年左右的时候，固态电池会完全大爆发，会开始固态电池会开始普及。你这刚刚真的有掐指在算呢？2023年，对，因为就是他们在那个产业，他说2023年左右呢，固态电池会开始普及，它的价格会降下来。当你的价格降下来普及化了之后呢？要么你这些世纪超跑就是用我的固态电池来做、嗯，来做你的电池来源，嗯、要么你就是再更新看有什么东西出来当做实验性商品、嗯，哦，看你要用什么东西。嗯、所以说现在要讲世纪超跑真的也快了，我要说一个叫做三年内再讲一个三年内你会看到就是说风向出来了。我、哦、这次我必须要讲风向，我以为三年内会看到电动世纪超跑出来了，电动世纪超跑。三年内，我就这样讲好了。三年内你会看到原型车，哦，你会看到世纪超跑的原型车会出来。你的判断，我的判断，三年内会出来。三年内电动世纪超跑的原型车还没那么成熟，但是原型车八九不离十会有。然后当第五年的时候呢，要出来了。它正式的量产之后，法拉利才出招。所以说法拉利，你说世纪超跑，我觉得还要等。法拉利要耽误你哦。我觉得还要等，就是纯电的哦，纯电的世纪超跑，我觉得还要再等五年。对，因为法拉利其实并不是不认识电啊，它有油电车啊，它是有用过电的这个重效马力的概念。对，但是它都还是停留在 hybrid 哦 ，hybrid 这种 hybrid 这种，而且它的这个所有的电是让你的动力再更增加，并不是节能用途的，它再更增加这种性质。哦，就包含它的一些其他车款也都是这样子。嗯，那只是说这一个系统，我觉得还会再用个几年，然后剩下的就是，我觉得像它的大车 LaFerrari 下一世代 LaFerrari， 嗯，哦，你说再接下来是一个十年一个巡回嘛，再一个十年要出什么，会不会就直接全电？我觉得不太会。哦，因为这跟过你觉得还是并存吗？我觉得他还是会相对的保守，先等人家出什么招。可是你这时间拉到十年哦，那时候等人家，搞不好全世界满天五年呐、啊，五年呐、啊。哦，五年，未来五年。未来五年他就会出招，因为我在说他的 LaFerrari 这个十年，就2013到现在，比如说2023，然后接下来在什么？哦，十年会有一个东西，他可能先维持 hypercar， 先维持 hypercar。那你接下来进入纯电的世纪超跑，嗯，可能要再等等，甚至不会出现，哦，甚至不会出现，因为他们还是法拉利，毕竟还是有一个坚持啦。嗯，如果他今天真太太坚，如果人家保时捷啊、布加迪都又出现了那种电动的世纪，保时捷出了电动车就被人家丢石头丢成这样了。你说台抗吗？你去问新世代的车主，全部拍手叫好。嗯，那你说传统开老保时捷的这些基本教育派的不买单啊？
他们还是会买，他们当买玩具啊，但是他们买玩完就丢啊，但是他们会收藏的绝对不会是 Taycan 啊，不会是电动车啊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交通工具，非常好的一个玩具，但是你要把它当作收藏品还不够格。嗯，这是他们的认知，不是我，因为我不是车主，那是他们认知是这样。会觉得新的 Taycan 是充满新鲜感，然后开的时候有跑车的感觉，但是对于真正的玩劳保时间的人，他觉得他真的是看几笔，你在这兜一样的。因为这就是世代的差异嘛、哦，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人因为赚快钱赚了，累积了一大笔财富之后，他有办法买，然后所以说他的认知跟传统累积起来，哦，你这个年龄层不一样，嗯，你过去买四季超跑的人，可能你都是。至少40-50岁以上的人、嗯、哦，才会开始就是说哦，我要买超跑。嗯，但现在很多年轻，全世界的趋势都是这样。很多30岁以下有能力，我就直接买超跑。嗯，哦，所以说这是一个趋势不同。所以说这也是回到 Tesla 好了。对。为什么很多年轻世代都觉得 Tesla 哇，就是全世界最棒的车？嗯。但是你刚刚讲，嗯，那它棒在哪里？那跟我们这种传统的比较下来就是。没有一点是我所谓的车辆的本质，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喜欢车的人会觉得好像没滋没味的，喜欢车的人会在那边坚持，喜欢车的人要在那边哇，外形好不好看，内装细不细致，然后开起来感觉是怎么样？现在新时代的语言叫做你有没有自动驾驶，就是科技产物了。我开0-100多快多快，然后自动化驾驶多好多好，然后我可以更新，然后它可以灯可以这样玩，嗯，他们觉得这比较重要，对。传统派老一辈啊，老一辈的。我跟你这样说，因为我年纪跟你差不多。啊，年长。我是年轻那一辈。啊，像我们这一世代的，就还在那边坚持哦，开车要有开车的感觉，最好还要，所谓的手牌驾驶。哦。这个东西有些是，但是当然啦，年长了之后，当然你自牌 ，OK， 自牌就自牌，那倒还好。但是现在就变成说，你们在讲什么？我觉得这就是世代的差异。对，完全车界有出现世代的不同。世代差异，所以说你说现在这些四季电动超跑有啊，嗯，当然会有，因为 Rimac 在之前就已经在做那种1000 megahertz 的那种，大约是1300多匹的超跑了。嗯，但是你除了直线跟人家沟通直线加速之外，没了，就这样而已，就没了，没有还是一样，就等于说你的大动力跟小动力都只能跟人家讲哦，电动车直线加速多厉害多厉害，对，都是这样子。选配就只有电池大颗跟小颗，好没感情，就动力的差异，对，就是只差在这、哦。但是其实世代不同，他们可能觉得我就是追求这一瞬间的加速感、嗯，对，要不然我今天要买一辆这样加速感的传统车子，我要花多少钱？嗯，哦，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反馈的一个思维逻辑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对错，就只是一个时代的差异。最好以后四季超跑你也可以在那边玩手机遥控，哎，四季超跑就开哪一台，然后给它秀完之后换下一台来。我们可以以后用电动四季超跑来叫 Uber， 就外送啊嘛，超快，没有，这只是一个无限未来的想象啊。我们也可以用 Cocoro 不一样的哦。好啦，那我们最后再看看呢，那个新车的赏车时间。今天现场这台 M4 啦，我们回到我们的老灵魂时代哈、哦，这个会热血的车哦。其实对这一代的 M4， 你好像评价也是蛮高的，因为我们刚好今天露营就在它的旁边，四出为馆，你看了就会觉得脑海中会想出那个声浪。如果今天是老司机的观众朋友们的话，就我如果今天讲146M3、哦、那个真的是掀浓横度刚刚好、嗯、如果有人听的话，那你绝对是老司机。怎么办、哦、我很年轻的同事在点头哎、欸。啊，他讲那你如果说是你今天要跟我讲192，我都觉得那开始新世代化、嗯、然后车子越来越大台、嗯、然后到现在我们身后这不管你是四门的 M3 还是双门的 M4、嗯哦，车子真的都超级大台的，很实用啊。对我来讲，今天我要一辆性能跑车，大小要刚好，太小也不行，太大也，我干嘛我要载那么多人嘛？我只要载个妹子就好了，我干嘛要载那么多人？你空间够，一个妹子也没关系。当我有车，自然妹子就会有啊。我就是这么肤浅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旁边载一个人就好了。对，那车子本身呢？那又因为电子设备越来越多，大家都要求主被动安全系统、嗯哦、这些电子科技这些东西成套的这些模组化的配备越来越多、嗯、什么时候你在开性能车的时候你再跟人家讲说我想要 ACC 我要全速域，
然后最好来一个 level 几 level 几啊 ，level two 没有 ，level two 不够，最好有 level three， 但是 level three 还没开放了。啊 ，level two 有 level three 有 level， 最好有 level five。我开性能车，跟人家要求我要 level five，level 越高越好了，不管。现在的这种超跑车，电子设备很多之外，它的配备也是配满配好。尤其是那张哦，那张卡缝座椅，有时候我就很挣扎，就是像四门的这个车型的，我就很挣扎。M 3的话，我应该要坐在驾驶座，还是坐在后座看那个整张卡缝在我面前漂漂亮亮的？哦，前提是你要有司机啦，有司机坐哪随你开心，有时候坐前面，有时候坐后面。妈妈，我可以去展间坐可以吧？我也是目前停留在这展间坐欣赏它的阶段，但是真的啊，因为以前性能车你就是要操控，你不会太花心思去想说你要给我什么奢华、豪华、漂亮的配备，然后科技的配备，但是现在。我告诉你哦，别的车都有哦，你没有就是烂惨了。而且现在都可以轻松开。以前讲到性能车，可能就哦，你可能要对自己的驾驶技术要要求一点。那现在的车子呢，为了安全，所以说它要给你很强大的性能，但是它也要给你对等的安全，就是安全性能。所以说现在其实谁来开 M3、M4， 开帅就好。你要开快也可以，轻轻松松。你意思说谁来开都可以，我也可以哦，不盖你，我就慢慢开，我也可以有。来订单在这里，但是就没有钱。但是这种车已经是跟以前的界定不一样了。对，以前是凶到你要升了三两山才让你开梁山，但现在没有三两山，只有半瓶水，我也可以想听到。对，你也可以感受到它这个性能方面跟一般车子哪里。不一样，那内装呢？以前可能买这种车，我不用那么 care 内装，现在不得了，那个进去啊，每一个细节哈，你只要多看一眼，就会多眼睛会被抓住，因为那些细节，你就觉得哇，每次都会觉得他们就会在进步，在进步，一直在进步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中间有一段，我必须要讲，中间有一段时间哦，我都觉得车厂在干嘛，怎么都停滞在那边，内装那个细节都真的。怎么是这样子？发生什么事情？但最近呢，用料材质，尤其是别的用料材质跟设计，你要先看，你会好看，你才想摸它嘛。对。你又觉得它很丑，你直接转身就走人了，你根本也不用摸了。没错。所以你就觉得啊，这好看，然后椅子也好看，然后那个光那个颜色那个质感，你就想要给它摸一把。然后摸了之后就哇，内装里面啊，真的很舒服。那在我讲到看到那卡缝那个纹路，那个亮亮的那个样子。摸一下有没有我的指纹？哎、欸，还不会有我的指纹，哇塞！吓我一跳啊，有指纹没有？对、啊，现在摸一下还比较不会像以前刚开始考积木的时候，一碰就指纹、哦。然后现在哇，好漂亮哦！我摸都不会脏哎、欸，都不会脏这样子，我就哎、欸，这都是一个一直在进步啊，对，不可思议的哦，真的哦。所以我觉得现在车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进步，每个品牌都在不一样的位置上做不一样的努力，然后车子开起来还有品牌的精神跟味道，那就是一个蛮难得的事情的。所以我们期待新的一年有更多的新车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好，再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来看看最近还有哪些厉害的新车。马上回来。嗨，各位跨界小赢家们，看影片别忘了帮我们按个喜欢，留言写下你想看到的车款，并且把我们影片分享给所有你喜欢车子的朋友。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的最新资讯哦。更多车款的开箱评比、试驾，统统都在这里，让我们一起变成微微跨界大赢家吧！